老兵亮亮，你改做观众啊？哪有去跳街啊？哪有去跳街啊？啊！不要啊！真是啊！你团长不要剪掉我啦！屁屁！啊！馆长和廖老大拍来拍去修剪数日，凤梨叔叔开直播安尼讲。老兵亮亮，您别看鬼没啊！我终于知道，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爱看了。我好不容易当一种观众的感觉，你改这观众啊！蛮多想跳街啊，蛮多想跳街啊，各自有立场啦，叔叔的当然在讲你啊，但是 ，but， 我蛮认同馆长讲的一句话，如果要在网络上面生存啊，应该是安尼讲啊，包括叔叔嘛是同款啦。包括我嘛是同款，要伫网络顶悬吼生存啊，加加减减嘛，加加减减拢会拄到一挂有诶无诶啊，一挂甲咱无同款诶声音嘛，甚至有一挂是要安怎讲，甲咱衰潲诶也好啦，也是讲，反正甲你看笑话嘛有啦，但是不过是我感觉吼，你要食即块饼。你要伫网络顶悬咧生存啦，不管你咱要做直播也好啦，哦，是讲咱要做电商，咱要卖物件也好啦，吼，是讲反正只要咱要靠网络食一道饭啊，有当时啊，家己的心态爱了调整一下，要稍微要调整一下，哦，可能要接受一下不一样的声音啦，哦，无同款的声音啦，哦，像叔叔嘛，听听，叔叔嘛，听听会拄到。迄落啊，对无？甲我讲我那我那的啊，但是久了吼，你就会麻痹啦。后来你就麻痹麻痹啊，你要去习惯，你要豆豆去适应，适应这个生态圈啦。因为网络上面就是这样嘛。